我觉得我不是帅，都是那种花见花开人见人看呆那种帅呆了的类型。我说过了，请让我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。我爸是个商人，我妈都是个路人。别人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我说世上没有妈妈会更好。我喜欢一个人住，因为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的。我有亲人啊，游戏都是我的心上。直接不虚伪，我是一个好强的人，打游戏都要打最好。我享受胜利，但是绝对不会失败。老师，这个卷输的还挺硬。有啷个了嘛？挑战失败好嘛？还让我关进，还让我关进。你在做啥子？你不管我吗？你耍了好长时间，还在把眼拿起，啊？不管我，把眼拿起。啥子？你要管我？该你不得呀？挨不得？啊？挨不得？你啥子嘛？你要啥子嘛？俺出去，出去！平时过来看不到人，有时候都想过来看哈他呀，关心哈他呀，看他在做啥子。结果过来吵架吵起来，他喊我滚出去。有时我恨不得想从那个楼上跳下去。哎，心都好难受啊，真的是。大半年了吧，我一个人住啊。以前跟他们住的时候就经常吵架嘛，我跟我妈的关系。很差，反正我跟他做什么他都觉得我好像我不是真心跟他做，假装作秀，觉得我就是神经病。他如果不骂我的话，他心里面就不爽。我真的觉得他这样的话，他把我生下来干嘛？